兄弟们，今天这把游戏绝对是我有史以来打过最离谱的一把 PUBG 游戏。这把战神局有三对主播，其中一对主播我们还认识。李凡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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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去船上了。兄弟们，这把离谱了呀！等我分不清谁是谁了，我待会儿得攻击一下。练一下衣服。好的，我们率先落地，我干掉了一位小卡拉尼。哎，兄弟们，底下还有人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拜倒，拜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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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脚步了，就在树后了，就在树后了。过来一块打！哎，小心右边有埋伏，没打中。你们火力压制一下，我绕到上头去。完了，被投了。我们死了，我们死了。好的，我们又成功复活了，兄弟们一块打枪战去，走走走走走，冲冲冲冲冲！哎，有人有人，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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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走你！兄弟们下车开干！我就问你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我靠 ，SPS 能不能当步枪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手速可以的话就可以。哎，有老六了，有！哎，这把被两个老六已经偷了，然后我们就全军覆灭了。这个四号呢，也是成功把我们复活了，我们又跳了回来。我这捡点枪，捡点子弹，兄弟们捡点子弹，捡点枪，走去干架去，走！哎，前头有人，前头有人。哎，这不是那谁他们吗？哎。哎哎，别打别打别打，自己人自己人。我看到了，这边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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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atch out！ 你们别动，我们这动，这 Steven Lee， 这 Steven Lee， 吓我一跳。别待太久，万一一会儿那个什么，就是咱们要非法组队的话，他会封号。Steven Lee， 我们接下在哪？我们接下我哎哎呀呀，你跟他说，我们接哎对，我们接下接下接。OK， 决赛清兵发，决赛清兵发。我这前头这儿有个人，给他打了。哎，不错，兄弟们，咱这个直接紧急呼救器，直接进圈。哎，怎么一局游戏能碰到三个老六？我的天哪！哎，Daniel，你还活着？你这是什么操作？因为我刚才跑了一下，他没打中我。你去找人打吧。不是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。你这是被六太多次以后要当自己当老六啊。哎，有人给他打了。 Nice， 还有一个。接住呢，能架起来吗，兄弟？哎，咱们继续看这个一号的下饭操作哈。上去快点，你们哎，小心他们开车来忙你了。完了，你起来，你准备好打他们。不是，你趴着干嘛？不是，哥们儿他们来了。哎呀，丹鸟。哎，上那个 Ace Dominator。哎，观众们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哈。这把游戏以后还有一个 YouTuber， 咱们来看看他的视角。哇，这波他还是很厉害的。现在他前头有个人，他要去打了。好了，我哇，兄弟，还有一个，
我都可以救，我都可以救。他来了，他过来了。没关系。观众朋友们，到这里呢，这次视频就结束了。记得点赞、留言和 subscribe 哦。